Virtual reality, a term no longer strange to people now. You may think of playing online games, medical training, or just virtual meetings for which we have long taken for granted, etc., etc. But how about watching a virtual reality film, if not living in one? Today, I'm pleased to be joined by Professor Tsao Hsiao-yue, Department of Interaction Design,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hose latest work, Blue Tears, Episode 1, has received an accolade of Best Virtual Reality from Los Angeles Film Awards 2022. Matsu呢，它呢这个飞机很小。 又常常起雾，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那加上蓝眼泪，它是有季节性的，所以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可以运用新的这个 VR 科技，把蓝眼泪的美，然后透过这种互动沉浸的这种体验，介绍给世界的，不管是旅客或是对蓝眼泪有兴趣的这些观众们。那曹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跟您刚刚提到这个。 特殊的大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吗？在马祖哈，它有一个村是叫夫人村，所以顾名思义就是全部住的都是一群女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要回溯到比较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其实在台湾海峡的北边哈，就有这一群海盗。那它除了抢劫这个金银财宝之外，当然美女也是很重要嘛，所以很多。 这个沿岸的一些村民的妇女就会被放在我们马祖的，等于有点像海盗的中继站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然后他们在进行出海。所以就借由这个丈夫他让妻子自己一个人，然后最后他因为冒险而过世了，然后连接到您提到这个蓝眼泪，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告诉观众朋友们，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追寻的只是一个。 彼此的互动跟心灵的宁静，过多贪婪的欲望，不只造成家庭破裂，还有环境生态的一些破坏。所以等于是说，你想要用双重的意象去呈现出人的贪婪会造成大自然的灾难，这样子，它是属于大自然中的污染造成的吗？其实它众说纷纭啦，但是确实是因为一些环境 DNA 的改变，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触发的这个夜光藻的一个变化。 那它必须要透过，比如说海浪的波打、攀打，然后或者是人为这个船桨的触发，才可以发出这个阵阵的蓝光。我蛮好奇，就是说，身为这个学校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个主持人，那你是怎么样去看待您的这一部作品跟这个元宇宙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学术研发单位来讲，我们怎么样用 XR 相关的一些技术，前往一些未尽之地。 在比如说旅展的旅客，就可以在现场体验这个蓝眼泪它整个在触发的一些原理跟过程。对对对，那如果日后它真的有机会来到我们马祖观光旅游的时候啊，它也可以比较一下在元宇宙的这个旅游的体验跟实际的差异。我觉得这体验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里面有很多是互动的体验。 它不单纯只是我在里面往前走，里面也有包含了这个男主角在海里面游泳，对不对？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有几个比较有特色的互动体验吗？第一个呢，其实是我尝试做的第一步，就是透过一个摇橹像划船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可以拿着我们的 VR controller 就可以在。 我绘制的1:1的北海坑道里面去跟蓝眼泪进行互动。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其实这一次也用到我们 4D View 的容积捕捉棚，那它透过把男女主角1:1的扫描啊，然后呢，我们的男主角他很认真哦，他就在一个蓝色的一个板凳上游泳。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中的这些桥段，我们等于是有点跟着男主角的第一视角，不管是进入海底、前进，然后还有包含现场的这个摇橹跟女主角的互动。VR 其实最强调的就是影视音的三合一，所以你在身临其境体验的时候，也会听到环境音，包含海浪。 还有我们配乐老师帮我们去模拟这个，比如说船难发生的状况，或者是现场这个沉入海底的一些
环境的这个声音都蛮重要的。那你会怎么看待就是VR 的发展，它的演化之后它的体验会怎么样进行，然后它的呈现方式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我想因为 VR 它现在还是蛮受限在这个 device 的普及率上面，因为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备跟装置，所以跟部分这种 location based 的场馆合作，配合 VR 剧院啊，或是有一些博物馆的一些生态展示。那另外一块就是因为我们讲数位业态理论，就是说我既然已经有了这个 IP， 已经把整个 3D 的 module 已经做好了，我就可以用投影啊或是其他影像呈现的方式再跟不同的界面去做互动，比如说跟旅游相关的一些服务业，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 VR 然后结合投影跟美食可能有一些更好的连接跟互动。那现在《蓝眼泪》这部作品如果是有兴趣的民众，他有机会去体验吗？目前呢就是投影版的部分，我们有配合健谈站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好，那他在六月跟七月都会投影在他的剧球上面。光是上集就得到 LAFA 的肯定，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透露一下是 Episode 2它有没有一些剧情跟一些特别的体验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好，那我想就是会把蓝眼泪生态建制的部分怎么样跟本来的这个爱情故事啊分成上下两集做得更完整，不管是技术面或者是内容端，好，把它串接得更好，希望就是一步一步把它做起来。那也很希望说把我们本土的 IP 可以一步一步的介绍给不只是国内的乐听者，也很希望说介绍给国外的乐听者。